上头条，竭尽全力，张静初为宣传电影不惧绯闻。昨天发新歌的明星全栽了，宣传电影呢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为了在众多红色炸弹中杀出一条宣传血路，在昨天电影《脱轨时代》的发布会上，张静初就一改女明星对绯闻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，大方讨论目前的绯闻对象陆川。金初现在也是比较避及跟陆川导演的那个合作关系是吧？因为之前好像有传过你们两个的绯闻。避及吗？没有啦，其实我们完全，我觉得，都是找一个空穴来风吧。就但是如果对影片宣传有好处，能抓到大家眼球的话，那就算给影片做点贡献。张静初和陆川传绯闻了，那陆川的真朋友秦岚怎么办？难道真像传闻说的那样，两人被张静初介入分手？这罪魁祸首在现场，我们可得好好问问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要问我？天分吧，就是说感情，这个应该直接变成陆导里面。网上还有说是你们俩在一起了？哎呦，要是对影片有好处，你们随便说吧，没关系。对电影有好处，管他什么好文坏文绯闻，张静初统统一肩扛下，这真是为了上头条豁出去了呀。